狗狗人工受精痛苦吗？狗狗人工受精痛苦是比较小的，但如果手法不到位，重复插入输精管受精，母犬就会感觉比较疼痛。狗狗的人工受精技术目前已经比较成熟，因此对狗狗危害并不大，而且受精成功的概率还会大大提高。此外，狗狗进行人工受精时，还能通过挑选公犬的优质精液来增加幼崽的存活率，并且克服母犬和公犬因体型差异过大而造成的交配障碍，效率也更快。